子绝嗣，无义无弊，无故无我。这句话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懂。可是这不只是文字的问题，要在这一生中行为修养上做到实在很难。这里说孔子对于这四点是绝对做到了。第一是无义，这个无跟现在有无的无字是通用的，不过在论语上以及古书上的否定词多半是用这个无。那这里是说孔子为人处事没有自己主观意见，本来想这样做，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，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。第二是无弊，他并不要求一件事情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，这一点也是人生哲学的修养。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，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，而事实往往未必。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，中国有两句名言说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是不如意，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，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，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。又有两句说，十有九输天下事，百无一可意中人。这也表示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，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出一个是真正的知己。这就说明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。事实上无弊，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，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。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《易经》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，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，宇宙物理在变，万物在变，人也在变，自己的思想在变，感情在变，身心都在变，没有不变的事物。我们想求一个不变的固定的，这是不可能。孔子深通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无弊，就是能事变能应变。第三是无故，不固执自己的成见，无我，专替人着想，专为事着想，这就是孔子修养的伟大处。这里发挥起来就要和别家的思想做一比较，比如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甚至有恐惧感的佛家思想中有名的《金刚经》。所谓经也就是四书五经的意思，这个经。那这部《金刚经》中有四个类似于上面所说的观念，就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佛家中所谓相就是形象或者现象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往往感觉到很痛苦很烦恼，总是被现象困住了。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，无法做到无我。有我就有你有他，有你我他就有烦恼。结果呢，忘记了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，而孔子的四绝观念也就是平等相。我们常在哲学上看到做人要做到无我的境界，可能吗？先就事实来说，不可能。比如有人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绝对客观，这句话对不对？不对，这已经非常主观了，因为我很客观了，这就是我的主观，哪里是客观？等于是说中，天下没有一个中，因为中是对两边而言才构成了这个中的观念。其实对比出的这个中对另一点来说又是偏了，没有绝对的中。再用方位来说，你站在一个房间说自己在中，
前后左右是东南西北，可是你站在北方看你就是站在南方，在南方看你就是站在北方，没有中间的。所以说绝对无我，在观念上有这个名称，真要做到无我，几乎没有这样的人。但不是绝对没有，一旦真的做到无我的话，就会非常快乐。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由我而来的。如果我们手里拿了一件东西，别人需要时一定舍不得给人，因为别人需要他时也正是自己需要他的时候。假如能够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而给别人，就是最快乐的境界。一位学佛的朋友问，什么叫菩萨？这是印度梵文的名称，菩提萨埵，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，所含的意义就是觉悟有情。自己对于人生哲理觉悟了，可是对于这世界，对于这一切的事物非常多情，而尽量施以助力。所以中国人说，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这就是菩萨的境界，等于中国人说的圣贤，名称不同，发音不同而已。那么学佛的人是否都成菩萨呢？应该是没有，至少我没有看见过菩萨。不过南怀瑾老师说，他的朋友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菩萨。当时有一艘驶往澎湖的船，途中遇难了，船上有一个认识的人，他本有肺病，因为有事乘了这个船到澎湖去。在海难来时，船员看见他有病，丢了个救生圈给他，要他先离船逃生。他接到救生圈后仍然很从容，并没有立即逃上。后来看见一个妇人抱了个孩子逃上甲板，他就把那个救生圈转送给这对母子。他说他是有肺病的人，早死晚死是一样的。后来丢救生圈的船员忙了一阵子回来，见他还逗留在船上，救生圈也没有了，问他怎么还不逃命，救生圈哪里去了。他只是笑笑也不讲话。这位船员东找西找，又找了一个救生圈给他，他又送给了另外一个逃生。结果船沉了，他也沉了，非常从容。这就是无我。他这样做不是被强迫的，完全是自动的，这就叫做无我爱人。我们心里觉得这件事情很悲惨，但在他的心境上却很安然。他不是自杀，他觉得别人更值得同情怜悯。但在事实上，平常一般人做人做事没有办法真无我。每个人同样画画，画出来各有不同。你写文章，如在文章里无我，就没有你的意境了，就不要写了。同样一件事情，做起来就有我的精神。要将全副的我摆到无我的境界里，才可以达到真的无我相。孔子的这四点大概用佛家的这个观念来相互衬托一下，实际上这四点是全部孔门学问的中间。所以孔子教我们学问修养，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：无义、无弊、无故、无我。